这可能是钓场老板最不愿看到你用的料。为了增加钓鱼栏的无门户外草洞实则，三个鱼钩同时挂上三坨料，浮漂抛竿入水，缓缓站立，顿口回漂，提竿中鱼，一秒中鱼，提竿三位。如果说钓友们没有一款好的料，那么可以点我头像，我在直播间等你们。